是才，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？我且不计较从前血债，他倒好，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。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，侯哥哥务必跟紧我。从前，哥哥常与我在这山间玩耍，那六剑将还会逗我们开心，好生快活。 此处有洞能过，我先行。侯哥哥亲自往前出去。两只脚比不过四只脚。 从这里跳下，有条密道通往母亲的寝宫，她应该还在里面。母亲一向溺爱哥哥，怎肯轻易交出扇子？ 高人居住，据说母亲也是母亲的故友。若能再请他出山，与我们一同劝说母亲，借出八江山的机会，又能再大几分。我速去速回，侯哥哥自己当心啊！
猴子，棍子，死的，活的，大王都要。站住！大王有令，擅闯娘娘进宫者，杀！把老大王放眼里。
别以为做娘的不知你那点小心思，难保不是盼望我们都气死了，好与你哥哥在这山中逍遥快活。母亲冤枉，若不是心有父王安慰，我何苦找到上仙一起来这里央求？哼，狐狸精就是狐狸精。 我看你只想骗去芭蕉扇做个人情献给聂儿。我是父王的亲生骨肉，承蒙母亲不弃，才得以苟活至今。哥哥待我再好，又怎比得上双亲的天恩呢？扇子的事我意已决，当时多造的孽缘，如今不配自怜。 反倒是你，挑这个时候来，是何缘由啊？师姐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一介外人，本不便智慧，但平儿找到我，说天命人已经到了火焰山。天命，天命，乖乖听老天命令。
气个老不死，名字起得倒怪传神的。他的真实来历你我皆知，届时你的儿女也好，丈夫也罢，连上这罗刹宝地都难逃灰飞烟灭。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来了又有何惧？我说老牛与孩儿，我那芭蕉扇也不是吃素。他前脚得知身世，天命人后脚就到，两事同时发生，师姐不觉得诡异吗？身世？什么身世？你们在说谁？我听闻剩余几个遗物都已落入天命人之手。师姐，事已至此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是谁让他回来的？那些东西当真是修炼至宝？只怕我们一个个自作聪明，到头来反倒成了助他还魂的祭品。我不在意别人死活，我从来都只在意你一个人。不如我们两个一起走吧，当年在上面我如何待你，今后也会如何待你。师弟，到了这种时候竟只有你还挂念着我，我一下没了主意。来，坐上来与我细说。母亲，不可信他，这厮面露奸相，定有轻薄之意。淫贼，我是白杀了请你救人，你竟趁人之危，你敢？长辈们说话轮不到一个庶女弄舌。我与你母亲相识的时候，你那父王大约还套着牛梭子，不知在哪里离地呢。淫贼下贱，母亲别信他。一边清静清静。这才好些。师姐下界之后，小仙还从没离你这么近过。师弟，这些年其实我也很怀念宫里的日子。这是猴王猪蹄呀，还能是什么？再不行行你要扑上来啃一口了。七杀我也，七杀我也。好个阿杂东西，竟敢化作师姐模样炸我。哎，老朋友，见什么外呢？咱俩携手剿灭狐狸洞的日子，我老猪也想念他紧呐。狡猾东西，亏我一片诚心，竟着了你这恶心手段。扯什么蛋，这一路的阴兵鬼将，以为老猪看不出是谁的杰作？哟，神之你也到了，正好正好，与叔叔一起会会这坏了钢城的烂银剑物。灭出！这么多年了还是妖性难移，我这斗衰宫的无根水一旦落了地，看你还如何放肆。曾经我助你等西行，今日不放，此之徒死也，生之死。
下令，自寻短见。阴阳之道，一向一背；天地之道，一升一降。今日就拿你这毛贼，喂喂我的阴阳鱼儿。这家子真不知礼数，弄这么条小鱼儿，还不够请咱吃饭的。
身世之谜已揭，红孩儿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眼里这地府天翻，不过是人家案板上一碗冷饭。这次溜了，老朱才刚打了个盹儿，少少丹童这等猖狂，以前也是个清白出身。说起来，都是大师兄造的孽。命不好就罢了，又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你，从这边上去。看看有无通路，我再去四处找寻找寻。老娘虽然跑了，难说宝贝还在山内。